在人间月黑。可能，爹，孩儿不孝，不能在西前侍奉您老人家了。你，我铁中约一不做二不休，能赢得了我风雷剑的，就来吧。铁中岳，现在是我们了断的时候了。哎，夫人，快跑！跑啊！夫人，跑啊！我们追呀！这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闪，我们闪，我闪闪闪。狄三郎，狄三郎！哎，我又不是聋子，犯得着这么大呼小叫的吗？找我有事啊？我看你不但是聋子，还是瞎子。我站在这儿这么久，你没有看到我吗？哎，怎么会没看见？哎，你背着包袱上哪儿去啊？算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你不要走。什么？你想讨回你的金子啊？告诉你，我已经花光了。再说，钱到了女人手里，还有讨回去的道理吗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们的关系不是处得好好的，干嘛又突然要走呢？是吗？你看看，这院子有什么改变吗？什么改变？没有啊，没什么改变啊。是啊，是没有什么改变，还是一团乱。但是你变了，你变得不再想我了。谁说的？你不是说我和你在一起已经不再打喷嚏了吗？那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没有我了。我留下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三郎，算了吧，我们好聚好散，你保重啊。哎，胡椒，你要上哪里去啊？已经和你没什么关系了。
下卓义飞参见大将军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这个参将当得还习惯吗？多谢大将军关心，属下得大将军提拔，自会尽力效忠。很好，很好，你被夺去的东西，老夫全替你要回来了。现在该你为老夫办事了，这件事还非得你去办不可。你为什么叹气啊？我是为你们叹气而叹气呀。哎呦，你知道我爹为什么叹气，可你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叹气。哎呦，你知道我女儿为什么叹气，你一定不知道我为什么叹气呀。你们父女同心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。哎，可惜呀，只少了一个借口。什么借口？什么借口啊？禀报老爷，卓义飞卓大人求见。赶快请。哎，说不定借口来了。您请。卓大人，您请。赵大侠，你什么时候回县城啊？赵大人，你什么时候回县城？通知在下一声啊！怎么，你们好像都知道了？在下就是向各位辞行的，因为明天就回县城。我们一起去。哎，借口果然来了。费大娘，什么借口啊？赵大人，你就是借口啊！因为……不许说。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，娘，我爹走了33天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东东，你爹去京城是去工作，不是去玩的，所以呀，他才把你交给娘和古伯伯照顾。他要是有空会回来看你的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什么古伯伯，现在是新爹爹吗？哦，东东。难道你不喜欢我这个新爹爹陪你玩吗？新爹爹也喜欢，但是旧爹爹也挂念。哦，是吗？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何捕头找人来报，说折一飞折大人已经到城门口了。爹，东东，哎，来了，来您的面，来一碗面汤吧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您稍微耗一会儿啊。面汤开了以后再给放。是啊，服务也好。小二，面好了。哎，是啊。老板，请上。哎，您的面。哎，来了来了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稍微慢一会儿。等着请。来，往这出行一下。稍微慢一会儿。拉面炒菜好吃。坐坐坐。我呀是不会收钱的，大家放心吃吧。好。舅舅啊，还是你聪明啊！你把这个面摊啊放在这里以后呢，格调高了很多啊。再加上你这样子一出来啊，这舅舅拉面呢，以后一定名扬天下。虎伯夸奖啊！我想啊，要不是费大娘训练我，我还没有今天呢。我现在明白了。女人自食其力之后才是最开心的。哎，小二，来来来，来来，面条面条面条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福伯呢？福伯，胡椒，朱大人已经回来了，还有关老爷、关小姐，还有费大娘都来了，他们正在进城，我们赶快去衙门等他们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哎，老板，你们都跑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几位子啊，对不起啊，老板，我这里生意忙得很，你们先去，有事讲给我听啊。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东东啊，你怎么还不来？爹怎么还不来呀？东东，东东别急啊。哎，他们来了，来了！东东，东东，要守规矩。娘，为什么？啊，你舅爹爹现在做了大官了吗？大官要有大官的规矩啊。我们大人呢，要办正经事，小孩子不可以不听话的啊。
姑娘，你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上旨到。顾老师接旨。哎呀，臣顾老师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铁大将军功在朝廷，膝下无儿，年老无依。今查明县令古老石之妻香平有子名东东，实乃大将军之嫡孙。今特命香平携子东东返回铁家，认祖归宗，侍奉光祖，一家团圆，以昭孝道。钦此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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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大侠，这叫什么一家团圆？根本就是棒打鸳鸯，拆散别人家庭嘛！哎呀，啊，夫人，夫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坐坐坐，坐，快点，快点坐，快点坐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没事吧，夫人？怎么样了？看看他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怕是急晕过去了。哎，没事了没事了，夫人，姐姐，夫人，哎，你醒一醒啊！不要紧吧，夫人，姐姐，夫人，醒一醒，夫人，醒一醒啊，夫人，夫人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没事吧？东东，东东，哦，在这，在这，东东在这。东东，娘，嗨。卓大人，就算你砍了我的头，我也不会跟夫人还有东东分开的。郭大人，莫非你想抗旨，来个满门抄斩吗？啊，这么严重啊？不敢不敢。周小姐，滚一边去。是，周参见。周大人，这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可是你活活拆散人家夫妻，这未免太缺德了吧？就是。难道就没别的法子可想了吗？哎呦，还是胡姑娘给我伸张正义，主持公道，好。在路上，卓大人倒是说出了一个方法，不过比登天还难啊。青青，你说来听听吧。青青是你叫的吗？你要想知道啊，自己去问卓大人吧。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狄三郎跟我举行一场公平的决斗。如果他打赢了我，我甘愿以失职作为理由，马上离开这里。从此，我再也不过问此事。这方法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哪有这种本事啊！这回完了，夫人！哎呀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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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夫人呐！惨了，我们死定了，完全没有办法呀！我还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次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呀！哎呀，哎，干什么啊？你想不出办法来，也不要在这走来走去的嘛！哎呀，我走来走去也想不出办法，我不走来走去也想不出办法，那不走来走去和走来走去又有什么分别啊？老爷，青青说的对，你要想想办法呀，绝不能将东东交到铁将军的手上。哎呀，夫人，我是不那样想的。我只有两个臭钱，论武功论势力都不是那个卓逸飞的对手，我哪里还有什么办法呀？漂亮姑姑，我们叫三郎去决斗，这不就可以了吗？东东啊，第三郎那些三脚猫的功夫怎么是你爹的对手呢？啊，就是一个铁大将军我们已经应付不了了，现在还有一道圣旨，我们又怎么能跟皇上去斗呢？啊，那就是了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完全没有办法嘛。哎呦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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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完了啊，完了。哎，你没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呀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我们可以走啊。站住！到哪儿去啊？卓逸飞，你不是想来真的吧？大胆！卓三娘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？闭嘴！退下！是。爹，以前你教我做好人，不要做坏人，是你说亲爹爹是好人，是你叫我跟亲爹爹在一起，为什么你又要我们分开？为什么你说话不算话？卓逸飞，连小东西这么小也知道谁是谁非，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，你应该想清楚你在干什么。卓大人，求求你放过老爷，求求你放过东东。夫人呐，周小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点请夫人和少爷回房。是，老爷，带走。我。Thank you.
再放点辣椒就好了，是吗？小二，给他加点辣椒。好嘞，老板结账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吃好了没有啊？吃好了，吃好了，不用再来啊。嗯嗯，小二，给我加点汤。对，好嘞。小二，您再给接一碗牛肉来。好嘞。没那么大头，就别戴那么大的帽子。哎呀，英雄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。一时冲动呢，足以致命啊！有些人呢，就是自不量力，明明是狗熊也要冲英雄哦。你们受够了没有？到了到了！哎呀，哎，关大老爷，哎，请请请，大驾光临呐！坐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坐。好。哎呀，各位好好用啊！好，谢谢啊！胡姑娘啊，听说你在这里开了一个面摊，远近闻名。我呢是特意来给你捧场的。谢谢关老爷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去给您下个面。不忙不忙，胡姑娘，你看看我给你带来的礼物，你喜不喜欢呢？哎呀，关老爷，你看你不光来看我。还送给我礼物，你真是一位好客人。哎呀，我今天来啊，不光是为了吃碗面，最主要的是来看你一眼。哎呀，光顾着说话了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好好好，你忙你忙。哎呀，哎，我亲手泡制的好茶，试试看啊。哎啊，这茶很特别的。用啊用啊。第三郎，费大娘，你有事吗？第三郎。哎，我知道你和小姐一样都为东东的事在烦，如今小姐回来了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啊，有什么话要说快说呀。我没话要对她说。哎，三郎。第三郎，我问你，为了你的东哥，你是不是愿意赴汤蹈火？愿意怎么样，不愿意又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未来天下第一剑呀？是又怎么样，不是又怎么样？好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啊，你又发什么脾气去呀？反正第三郎也不是卓一飞的对手，向他挑战有什么用啊？你真的想让第三郎挑战卓一飞呀？你这是要他的命啊！小姐，
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，卓逸飞绝非浪得虚名，他的武功你也见过，就是我左右师兄死而复生，和我联手也只能和他打个平手，我们还是另想别的办法。哎呀，还有什么办法啊？什么认祖归宗啊，分明是要拆散人家夫妻，夺人妻儿啊，根本是要凭姐姐守一辈子的活寡，这种圣旨啊不接也罢。小姐小姐，不能乱说呀，这可是杀头之罪。哎呀，我的乖女儿啊，你不开心可以生我的气，可千万不能生皇帝老子的气呀。哎呦，不敢不敢呐，不敢。是关大小姐说的对呀，三郎又怎么可能打赢卓逸飞？这呀，这不是输的问题，是死的问题。对对对，胡姑娘的话永远是正确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卓逸飞提出的条件根本就不可能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顾大人正关在大牢里，萍姐姐和小东西被软禁了，马上就要被送到京城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大家都不用管了，让他们家破人亡好了。哎呀，小姐。哎，你们为什么不问我呢？谁说我打不赢卓逸飞的？我现在就去找他挑战，救出东哥。哎，傻小子，你疯了，想死也不用这么快。哎呀，哎，三郎，三郎，三郎，关七七，我就是要打醒你这个害人精。你既然爱他，为什么还让他去送死啊？我问你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啊，我哪有逼他？胡椒，你敢打我？你不想活了？我打你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别这样！小姐，小姐，打你！不管，你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行了，好好说嘛，不要打人呀！哎，小姐，哎，你别，别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我，哎呦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？都冲着我来！哎，福伯，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我没事，现在有事的是三郎，除了你，什么人都劝不动他。喂，第三郎。李三郎，你想清楚了？其实他，其实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的就是像你这种人，一朝富贵翻脸无情。为了救出东哥还有谷大人，我决定接受你的挑战。不过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就要立刻放了谷大人，也不能把东哥和谷夫人带回京城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李三郎，十天之后咱们在树林子里决一死战。哎，这时间，这时间刚好，一言为定。哎呀，真是急死人了，老爷，你看看。哎呀，你说非输不可吗？这个，我看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这就是以卵击石。老爷，您看，老爷怎么办呢？先别着急，我们慢慢想办法啊。你干什么呢你？我是量量你的身材送你一套棺木，这次我不要钱，算送给你的。怎么，你也认为我会输啊？我不是认为你输，我是认为你一定会输啊，所以你还是不打为妙。哎，不是我，李镖头，你为了我家老爷，为了东东，这份心意我已经十分感激了，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勉强的。李三郎，虽然这件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对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可是外头的人呢，都在为你这场决斗打赌呢。是啊。我啊，就请关老爷去打听了一下，是啊，看看他们到底会赌谁胜出。可是结果啊，赌这个卓逸飞赢的人多。对呀。赌你输的人更多呀。对呀。哎，反正啊，你是没有人看好的。我想。你还是不要去决斗喽。就是啊，哎，李三郎，除非你能在十天之内练成绝世奇功，否则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白白去送死。李三郎，
你要是相信大娘，从今天开始让我日夜锻炼你，给你指点左右师兄剑谱上的要诀，也许在决战之日能有点胜算。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会输啊？那好，你说你真的不怕输吗？我当然怕输了。那么你怕死吗？谁不怕死？你又怕输又怕死，那你还要去跟卓一飞决斗啊？哎，这不是你提的吗？哎，我说什么你都听啊？那好啊，我现在要你去跟他说你不要比了，你去啊。不行，守信重诺才是男儿本色。既然我已经答应了，就算要反悔，也绝对绝对不能食言。地镖头，你要三思啊！哎呀，这！说真的，你不打那就不用死，不用死那就不用买棺材，我也不想白花钱呢。其实我和关老爷，谁都不想看你去送死啊。对呀。哎，我看你还是放弃算了。这里不会有人取笑你的。老三，我知道你一定会赢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支持你，我对你有信心。东东，别胡说。对呀，我一定会赢的，因为我是未来天下第一剑嘛。对，你要赢了就成了天下第一剑了。对呀，只要我赢了，我就能真正成为天下第一剑客了。大娘，走啊！吃早点了没？哎呦！大娘，你是来教我打人的，干嘛打我呀？精神点！哎呦！大娘，别打了！我醒了！大娘，我求求你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呦！严师出高徒，我打你是为你好，一点疼都挨不了，怎么能够挨过卓一飞十刀八刀的？你明白吗？是吧？还要挨刀啊？大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还有啊，你要记住，招式是死的，敌人是活的，临阵对敌最重要的是要随机应变，明白吗？你明白什么啊？不，拿去练吧。时间不多了，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啊！笨蛋！哎呀！原来小姐也懂关心人呐！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，大娘？我不懂。有的人呐，嘴不上说瞧不上三郎，可他特意来看三郎。你说这不是关心人，是关心什么？哼，那个狄三郎是朽木不可雕也，我看大娘你啊是白费心血了。三郎啊，明知道不是卓一飞的对手，但是他依然赴约决斗，这才是男子汉之间的约定啊。那是他笨，既然一定输，干嘛要去啊？别的事情没见他那么听我的。只要目标正确，明知不可为而为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只求全力以赴。古今有多少志士豪杰都做着同一件事，才得以名留青史啊！他有这么伟大吗？反正无论如何，
我是不会关心狄三郎这个家伙的。你既然不关心他，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请你转告爹啊。小姐，你可别乱跑啊。你要到哪儿去呀？费大娘，你冰雪聪明，难道你会猜不到吗？我就是冰雪聪明，也比不上你这个鬼灵精啊。冰雪般聪明。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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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给我水，水，拜托水啊。想喝水是吧？是啊。你就像狗一样喝地上的水吧。你这个坏人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夫人，卓三娘说你们不能。这里没你的事，出去。夫人和少主人要奴才走，奴才立刻就走。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你堂堂一个县太爷，如今沦为阶下囚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对不起你。夫人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别内疚。为了救东东，就算要我死，我都心甘情愿。爹，东东乖，东东不要哭。东东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是英雄，英雄是不哭的啊。那你为什么哭？我不是英雄，是狗熊。不，爹为了救东东连命都不要。爹是英雄，我喜欢爹。真的？你真的喜欢爹？乖孩子，你放心，爹爹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我都不会让坏人伤害你。东东乖，东东乖。老爷，你放心，就算赴汤蹈火，我要把你救出去，我们一家三口永远都不会分开了。东东，夫人。每次亮到这个地方就感觉这么不顺畅，难道是我的天资真的这么差，无法领悟师父剑法中的奥妙？哎呀，小心点啊，傻伯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给你家剑谱啊。你看，这些呢是关小姐外公的秘籍啊，这些呢是从街上买回来的。傅伯，你在地摊上买这些剑谱啊，都是一些骗人的连环图画。哎呀，骗人也好，骗你也好，总之三招两式能帮助你就行了嘛。你要帮我的话，干脆你帮我去决斗好吧。那你以后成婚的时候我替你进洞房啊。三郎，三郎，输赢不要紧，但是你绝不能临阵逃脱。最起码啊，你是尽力了。何不得啊，我给你带些好东西啊。又是剑谱啊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，又是剑谱。这个剑谱啊是活阎王的必胜三招，我是在忘我村无意中得到的，我想你能用得上。可是活阎王的武功都是一些歪门邪道，我练他的武功好吗？别管他了，什么邪门歪道正门正道，无论长剑短剑，能打赢就是好剑嘛。对呀，三郎，你现在最大的弱点啊就是顾虑太多，反正这剑谱啊你不要白不要啊，多练不如精练，现在时间也不多了，你就抓紧练这三招啊。好吧，那我就试试看。行。好好好好。
三郎，可别偷懒呐、这次你打赢了，重振镖局也就有希望了，知道吗？三郎，那何捕头，怎么，还是对明天的觉得我没有信心呐？也许啊，你赢不了卓一飞，但是你连面对这场决斗的信心都没有，即使你赢了，也是输了。相信我，你一定能赢过卓一飞啊！何捕头说的对呀、我们都赌你会赢的，是是，因为你是未来天下第一剑嘛。对，我和胡姑娘都买注赌你赢的，大家都对你抱有信心呐。你要好好练啊！好，好好练啊！我们大家都支持你，也希望你自己要有信心呐。三郎，大娘也没有什么话要说，只想要告诉你，为了赢回你自己，为了赢卓逸飞，也为了赢回小姐的心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面对这场决斗，你明白吗？赢回自己？飞大娘，我明白了，这一次我一定会为自己负责，打赢卓逸飞，赢回自尊。好，好，卓三将果然是神功盖世，剑法超群呐、明天一战，卓三将必定三招之内便将那个不知好歹的狄三郎打个落花流水。闭嘴，下去。是。东东，来，过来呀、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。东东，东东，来，东东，有些事情啊，你现在还不太明白，等你将来长大了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你现在不理我，我也不会怪你，不过请你放心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还有顾大人他们也不会有什么事的，而且明天的决斗，爹绝对不会伤害你的老三的，啊！你不是我爹，我恨你，我恨透你了！你不老实，我永远再也不相信你了。东东，东东，谁来揭穿？再相逢不冷不热，你我面对面。也曾经伤心无望再看你一眼，也曾经豪门成真与你相伴。人生的成败之路有长也有短，经过了离欢悲和你我。刮风啊！可能是大威公在天有灵，希望扶威镖局重振声威啊！好样的！
什么我还在等候，愿你想你伤心头，一日月同流，说过做过也爱过，一生不能休，享受。可是，可是，为什么我还在等候？人长久。